我将用至诚至暖的好声音征服鸟巢。变幻莫测的音乐态度才是最真的我。不论输赢，我只想用音乐表达爱与和平。跟着我的哥哥姐姐，带上我的弟弟妹妹，在鸟巢好好唱。见证 OPPO 2019中国好声音冠军诞生，尽在浙江卫视10月7晚8点《鸟巢冠军之夜》。